他要翻唱歌神张学友的歌。他们合作的《雪狼湖》，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我有看过，我看过好多遍。然后今天他带来学友的这一首《心如刀割》，很期待吧？期待。马上掌声有请。爱你，加油。在第一集刚播出吧，就是我也做了一个新加坡的访问，那他们都会因为爱护我而说，你不怕吃亏吗？因为我清楚知道，像你讲的，本来就很少人认识我，所以那也不算吃亏。因为其实当这个节目播出去，会得到更多的乐迷跟歌迷的认识，那这简直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。知道杰一这次参加《我是歌手》，其实我们为他很高兴，因为杰一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歌手，对音乐、对唱歌非常认真，非常执着的一个人。只要是新加坡人想到他就是一个国家之光。陈洁仪不单单只是国宝啊，也是我的宝。灰色，我的心是蓝色，触摸着你的心，竟是透明的。你的悠然自得，我却束手无策。
的快乐。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，不觉我说着说我是真的为你哭了，你是真的随他走了，就在这一个全世界伤心解散，又多了我一个。我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是真的为你哭了。声音还是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美，真的是好美。大家刚刚听杰宇唱歌，有没有一种在看音乐剧的感觉？看到他的举手投足，他表情让人听得很感动。虽然他的在唱法上，在吐字发音上有他自己多年演舞台剧的那种痕迹，这样的一个歌者，他是一本书，你翻到第一页打开的时候，你一定有欲望把整本书翻下去。